没有中，实战好重，我要这个部分好重，我帮你拿麦克风，然后让你和这个冠军奖杯，来让我们的平民的摄影大哥先来拍照，这真的也是来自于歌迷、传媒、唱片公司、韦伯自己的努力哦。哎，抱起来，哦，有有有，可以吗？哇！这个叫突破，我跟你讲，十冠王之后要突破，十冠王不够看，我们要把它继续的突破。十冠王太少了啦，太少了，继续努力啊！发电第一个礼拜，这跟敲冰砖是一样的道理，对对对对，对不对？突破冰砖之后就有很好的成绩，好。